这些年其实你也经历了很多，然后也经历很多伤病，很多种不同的心情。那此时此刻你最想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心情是什么？最想分享的心情就是虽然没有拿到奖牌，但是并列第三啊，第三啊，你不知道，你到现在都不知道你是并列第三？我不知道啊。哦，那还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。那个这样的话我还是